好，女士，下面请你从我们最受欢迎的 NPC 身上搜出三张贴纸。好，总共三枚，还剩下一枚。姐姐知道哪里错了吗？我下次不敢了。没关系，如果姐姐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配合。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姐姐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原来姐姐是想要带我来观星赏月啊。白泽了，我现在没有钱帮你买太空旅行，但是我亲手为你做了一个，希望你喜欢。怎么了？这可是我花了好久时间才做的，果然你还是不喜欢。姐姐，我喜欢，我是感动。这是我们重逢之后，你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。你喜欢就好。白泽柳，我有句话想和你说。谢谢你，一直以来都是你默默帮助我，而我却不能为你做什么。姐姐，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什么都有。